王琦闺蜜在我家包饺子。玉泉，我想吃饺子。你等他吃完饭了呗。我现在就想吃。为啥非想吃饺子？我晚上火车去上海。去玩啊？我在那边找了个工作，可能短时间内不回来了。走之前想吃点你包的饺子。行，那我去找他家啊。洗手来，爸爸喂你。玉泉，地下凉，穿鞋。那媳妇呢？媳妇儿，送幼儿园呗，也大了，让我妈接一下。就非得去啊？为了脚踏七彩祥云回来接我的紫霞。那万一你紫霞喜欢的是至尊宝，不是千大圣？怎么？舍不得我了？但我不会阻止你做你想做的事，想你出去跳海。行。走。这么快？谢谢你。现在。包两件。我刚刚想着给你捎捎行李。你回去吧，我就先走了。杨哥，怎么了？你要是待不惯，你就回来，这还有个家呢。等一下，这个。这是啥呀？小兔，你要是太想吃的话，就给你用。我知道了。没有，你坐吧。那你能帮我擦擦？你他妈谁？你怎么？